台南林地区农会为着要帮助农民销售，目前固定每礼拜三拢会伫农会前个广场举办农产销售的市集，邀请在地小农前来摆摊，唔那是帮助增加通路，同时卖当营销在地特色，予大家当轻松购买着有特色的农地产品。台南林地区农会现在每一个礼拜三的上午，拢会固定伫咧农会头前个广场举办农产销售的市集，现场会有真侪农民前来摆摊。希望透过这个方式，会当帮助大家创造出更加侪通路，同时嘛是予往来民众一个采买的新选择。希望讲，予咱在地的农民呢，有一个足好的迄个他们的销售吼，可以有很好的出路。还有就是，予咱在地大家能够食到足健康，连续会有市场啊，连续会有市场吼，市场的展售。希望各位呢，大家多多捧场。那我们吃出健康，让大家都健康。东港伫咧市集的现场，有真侪在地小农的单位，都会了家己的农产品来做销售。伫民众嘛是相当的捧场，和销售的成绩是相当袂歹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始。我们台湾都是一些小农，啊，所有的产量无介济，啊，无介济咧，变作讲有安时啊，啊，要卖啊，无遐尼啊好卖，啊，所以啊，推动这个啊小农市集咧，想讲。啊，是不是为咱在地这农民呐、啊，大家会当去找出一个新的啊经营的方式？欢迎啊，如果真好的话，啊，是不是会当变成已经变成一个常态性的？就是讲啊，一礼拜选择一天啊，伫咱农会这个广场啊，咱在地这小农，家己家己所生产的这有机，对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啊，这有机的产品呢，农产品呐、啊，啊会当起来伫这来做一个展售。透过农会活动的举办，和消费者甲农民之间不只是拢加了新选择，嘛是创造了直接互动的机会。进一步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平台，期盼会当带动地方农业的发展。记者柯佳明林德区采访报道。